为什么？机车欸，不能对齐。 生气耶！这是卖啥？遥控恐龙？那就被卖贴纸吧。上面先盖好的关系吧，不是，对啊，应该是这个的关系啦。你看，就是要这边凸起来，可恶！要把这座打掉。然后之后钱真的很多很多，全部打掉。恐龙贴纸。 好了，这边玩。哎，对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原来可以这边抽取哦。那昨天我还想说这边不能用，奥德飞机在哪里？我可以从这边。 我的妈 ，bug 吧？好啊，我们就这样抽啊。那我们这边抽完之后，你就先来这边把化石抽一抽，我们再回去吧。哎呦，干嘛？签下这份合同。不要啦。真是。哎，真，哇，那不缺钱了啊。 杰瑞，你干嘛不开台玩呢、啊？不是很好奇，看你开台玩的话，你进度也都很前面了啊。看看哦，盖地板。我知道你快到第四座岛啊，啊，所以我才说你怎么不开台玩啊？哦，这个留下来，我们去隔壁再卖。的盔龙点哪里？啊，那时候没有好好用飞龙的基因，要之后才能补。 对，看一个不开台，一个人玩这个多快乐啊！对呢，刚刚那时候说恐龙太少哦。 哎、欸，你们要赶快走哦！这边等下会有恐龙哦。啥？这又是啥？这个又是啥？你关东煮，你什么东西不吃？不吃什么？给我们吃啊！昨晚死了两次。确认工作。SK 怎么了？哦，有恐龙等待回收。 这边研究好，我们再回去哈。我们刚刚收到一份委托，可别让他等太久。多了好多只，没有啊，这是才知道它探索是共通的啦。我想说它不能这样用，所以昨天就没有事。 133年，年吗？还是分钟？当然哦。刚想说，团团有打来吗？没有。 他私信我看东西。我以前啊，有那个《侏罗纪公园1》的录影带，任务也共通，不共通哦，分开的，分开的。你说说我自己以前就听过好几次的台词吧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，只知道你就是办到了。谢了，拜。对呢，他需要带一个朋友。 我等下要撞门啊！我要注意一下他哎。我要朋友。跌倒嘞！等一下哦，你不要给我撞门哦！你的朋友快来了，等一下啊。三角龙比较难搞哎，它不能太多人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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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咪姐的插回，死掉了。 那个，有一只恐龙孵化失败了，我可没说过孵育恐龙是件容易的事。啊？你让事情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要轻松。等一下啦，怎么一只死掉了？确认前往未知处。哪只死？迟到，鬼死了！ 哈哈哈！哇！又被霸凌的吃到鬼死了。那是一只吃到鬼吧？喂食处补充申请已收到。 哇，他被拿去做牛排了。现在运输恐龙。我们别在小地方上争论了，眼光放远一点。这确实是一份可靠的。被霸凌了。哎、欸，原来他有分上下门诶。 来，我也要知道。你将那个勘探合同处理得很好，希望你带回来的东西最后不会变成另一个麻烦。 然后、哦、我刚完成5星了，哦。他说5个研究可升级啊，啊，我只是看到这样啊，哦，这2个还在用。没有啊。啊。 开门哦，不然有人要没朋友撞门喽。哎、欸，啊那只嘞，要朋友的嘞，我在这里。你等一下，是不是还要一个啊？再孵一只吧。 哎呦哎呦哎呦！行行行，哈蒙德死一只。二啊，理想的恐龙树，豆胶，快爆了，掉了，啊，丢弃啊，不需要你了，不行啊，还要再一只啊，如果万一一只死掉的话，再一只呗，嗯，有听到风声跟我讲哦。 嗯哼，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成功率好低，没有，因为我给他用很好的基因啊，基因越好，成功率越低啊。记住，业务不能停摆，签下这份合同就能维持营运。工呢？这个是他们同种的吧？这是同种的，这才是不同种的吧？哦，你没有分号，害我没有看错啦，白痴哦！我想说，你说什么？ 他们要2到13个不同种的豆点好吗？会不会分开？呜，有这个。对啊，买个门票，跟他讲说，哎、欸。 我们开始孵化小恐龙喽，几年后之后再来看吧。先买门票进来看这颗蛋，然后几年后再买个票进来去看蛋。羊。这只比较难搞啊，这只它不喜欢太多那个啊恐龙，所以要让三角龙死一死吧。我不喜欢了，三角龙太难搞了。那叫什么几只三角龙？ 太好了，饱和了，饱和了，饱和了。目前三角龙是饱和的，再演下去，三角龙就要爆了。3公尺，你嘞？这样，啊，我去隔壁卖一下化石，我们去隔壁卖化石喽。对象，哎，同时死亡哦。一。 正在回收恐龙，正在接收恐龙。哇，他们黄泉路上好作伴，一起去做料理了。好啦，又死掉了，我们又可以养新的恐龙了。 跨越了种族之间的好啦，然后重点是还往不同方向站一样，好吧？我们觉得这个是往偏。 哎，不要这样想哦！我的基因改造里面都是鲨鱼肉还是什么的肉哦，放羊。你看，你看光是这一只哦，你看鲨鱼肉，然后又是鲨鱼肉，还是鲨鱼肉。 鱼翅哎，好吃哎！居然吗？要。